小夏，你先开门领他俩进去，我去停车。好嘞。这是秦若的房子？开玩笑的吧。有问题吗？你知道这个地段这么大的别墅值多少钱吗？100万。至少1000万。1000万。秦若跟我说过，国内他没有什么亲戚朋友，可这样的豪宅还有深不可测的功夫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难道他也是什么高人？到。算了吧，应该不是。你们先坐，我去泡茶。我回去睡觉了。来，请坐。这么大的房子，只有你们三个人住吗？对呀，有时候晚上呀，还觉得怕怕呢。他收你多少房租啊？一个月至少得10000吧。那么贵吗？我每个月只交4000而已。你们别这样啊，大不了我下个月开始多给1000就是了。算了，也是你运气好。我要是能碰上带泳池的别墅，不管多贵也会住进去的。这里确实也有个游泳池。大家久等了。他俩人呢？你可能又要有新的房客了。秦若，怎么了？还有没有空房间？有，还招不招租客？谁要住啊？我要租你的房子。啊？他开心死了吧？是啊，就在刚才，要不是我拦着呀，他已经跳进去撒花了。当然可以，但你不是在学校住吗？这里离我们学校很近，不碍事。那就这么定了。今晚我就住下，明早你跟我一起回学校搬行李。乐意之至。还是大学好啊，好多青春漂亮的妹子。真该让她放学后再来的。好白，好大好大！你这件裙子可真好看。我宿舍到了，你在楼下等我上去换件衣服。小妹妹，加个微信呗。好的，你去换衣服吧，我保证不乱跑。真是的，非得逼我出手。这小妹子下手还真是重啊，不过手感也是真棒啊。全体集合，动作快点，跑步前进。新生军训啊？那个学员愣什么愣啊？瞧你那傻样，过来归队。不好意思，我有点跑神了。蠢货。小胖子，让一下。哦，蠢猪们，继续走方阵，走不齐不准吃饭。报告教官，我们想打靶，不想走方阵了。就是，让我们打靶吧。T
天天走方阵，早就走烦了。别的班前天就去打靶了。闭嘴！你们这些蠢猪！